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i 的101加 i 的102，一直加到 i 的哈，这个是124了，不是104，写错了。好，那加起来等于多少？我们看哈，这个 i 的这个哈，连续四项加起来也是等于一啊。哦，我们假设这个连续四项哈，我可以把 i 的呢101次方抽出来嘛，就是一加。i 的一次方加 i 的平方加 i 的三次方，哦，这个是连续四项，连续四项的，那这个是一，这个的话是负一嘛，这两个就消掉，这是负 i 是 i 消掉，所以连续四项加起来等于零，啊，就是说四项一组，四项一组了，这样总共有几组呢？总共几项？124哈。减掉101加1啊，就等于减掉100。哦，那这样的话就4 24，总共24项。24项的话可以分成几组？那一组是4项，哦，4六24，可以分成6组。每一组都是0的，哦，每一组都是0。哦，所以4组都是0，加起来还是0的。所以答案是0。